中路，来到传说对决。对啊，我知道你们是来看我的帅。别想跑！该不会是上一场的蝴蝶吧？空成这样。你太出事了，你还在轻装兵，你在干嘛？克里斯有够夸张的，该死了哎，大哥，你还在吃中兵？那、啊、你是痞就把它处理起来啊，还没四等啊，四等就没办法了。现在的中路永远只会三人线，有够白痴。遇到那种只会打三人线的最爽，那你的中路位就会变得很有价值，因为你可以一个人做很多事。他们中路真的是很扯哎、欸！想单挑是不是？请求集合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你们是来
欸，为什么上面会有东西飞下来啊？哇，佛洛伦你太猛了吧！你在讲话，慢慢一下。对不起，我的错。别想跑！哼，想单挑是不是 ？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。来数牙啦！魔龙克尔德已被击败。神操作，漂亮！对不起，我的错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今天要来跟各位示范这个格斗技巧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下场就是你。敌方三路军火。多死一次欸，好衰喔，谁把他顶出来，那个安奈特，他把他顶出来，那个
改变哈雅的大招，直接再转满，太气了啊！这场拉兹很解气啊，很爽啊！暴打刚刚那种莫名其妙的人。星耀真的不要打传说之巅，太可怕了。让对面的中路让我有点